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杨恩华，我在共融乐团里面呢是负责这个二胡的独奏的。二胡的音色就比较像一个人讲嘢，其实可以更加容易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他的确是比较难教的那种学生，因为他毕竟看不见。大家好，我叫毛清华，我是杨恩华的专业老师。其实在很多年前一次演出中无意认识了恩华，然后后面一个很奇妙的机会，我竟然成为了他的专业老师。他那时候是一次演出，然后介绍他给我认识，说他那时候视力很不好，但是他也学二胡，但是二胡拉得很棒。他其实学琴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他也是中学才开始接触二胡，他在短短的时间其实他的进步速度是远超于普通的学琴的学生的。他在学琴过程中呢，但他有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因为他对二胡的这个学习他非常的执着，但是他性格却是很开朗的。他没有因为他这个身体有点缺陷他就觉得很内向很自卑，没有的。比起普通人学这个乐器呢，我觉得我最起码要用三倍或以上的时间。有阵时看不到谱，我们多数呢通过两个渠道，第一呢就是摸达字的，通过摸达字谱呢去将它先背咗落嚟，之后就去练习嘅。但是呢因为中乐的达字谱在香港呢就比较少嘅，所以多数呢我是没有这些达字的中乐谱用嘅。那怎么算呢？我就用第二种方法，就是呢找老师或者是同学或者是师兄啦唱谱给我听。瑞咪什么？瑞咪发嗦发降咪瑞。对，同样一份谱要唱三次的，第一次唱那些音符，第二次唱那个左手的指法，第三次唱右手的功法，这样我才将它录下回去听，听一句练一句背一句，之后才慢慢练 成熟作品。我在教普通的学生，我会让别人说你看老师示范了，但因为他看不见，所以我很多时候我真的需要手把手的去教他，告诉他弓段用哪些，然后告诉他手指究竟是放在什么一个位置，这样子。他虽然读谱需要帮助，但他记忆力非常好，就经常我们一起练一个曲子，可能我还没有把谱子背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谱子完全背下来。不是那个咪不是推的吗？这个 Rai 是推的吗？对，最后那个音。我的音乐我总结了三个字，就是说自己。我觉得音乐是表达我呢，在当时当刻呢是我的精神，我的思想。我的梦想呢就是做一个很杰出的二胡演奏家啦。我的目标是可以在国际上面去推广中国的音乐。例如我之前去美国仍然都会，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二胡，但有些人仍然不太好知道，都問我這叫什麼愛啊，我要令到他們更多人去了解二胡這個愛。Hello， 你好，我叫 Alan 吳少倫，我就是 J2 的一個成員，我今年24歲，我懂得小提琴和懂得打跆拳道的。喂 Hi Alan， 今天將會介紹個新朋友給你認識。咁好。如果有一日你擘大眼，你可能睇唔到嘢，你又覺得你會點咧？哇！即係你依世人都見唔到陽光喎，見唔到你個 friend 喎，我 imagine 唔到啊！呢個節目咧，我哋希望你可以用音樂咧認識一個新嘅朋友，同一個 disabled 嘅朋友咧一齊去合作。咁正，用音樂。為咗保持呢個神秘感咧，我哋係會蒙你眼嘅。问题啊！我而家好紧张啊，未试过咁样去。佢喺边啊？喂 ，Hello， 喂，你好啊，你好啊，我叫 Alan。啊，你好，你好。
你叫欣華，我係欣華。啊，你好你好你好，終於見到你啦，唔係終於摸到你啦。驚唔驚啊？好驚啊！好驚，咩都睇唔到。唔緊要，俾一個定心針俾你。誒、呢個咧有咗佢咧，你就應該唔使驚噶啦。係啦。定心針啊！係啊，你啲文化咯，文即係文語都幾好。定海神針啊！定海神啊！咁如果我哋行嘅話，到時你扶住我都得噶啦。我你跟喺我嘅後邊，我就帶住你一齊，我哋一齊行去。你河源啦。我信你噶嘛？哎，你信我，你信我啦，係啦，係啦。OK， 好。嗯，我哋咧，係啊，一陣間咧就會坐巴士咧。去到呢個灣仔嘅修頓球場嗰個巴士站嗰度落車，之後再喺呢個修頓球場咧就行過去 APA，、哦、大概十分鐘左右。好遠喎、啊！都你平時都係自己咁樣行過去？係啊，我哋而家沿住呢個引路徑行前少少。我哋支神針唔好碰到。係啊係啊係啊！咁而家咧就轉右啦，我哋行去嗰個斜路嗰度。我覺得 Alan 係一個好好靚仔啦，我 feel 到嘅係啦。之後就佢咧就好有深度。誒，欄杆好，扶手位嚟，我哋沿住呢個好，右邊呢個行就唔會有錯嘅。我硬係迎住有啲嘢喺我面前。喂，誒，小心小心，扶住我扶住我。我一路上咧就教佢點樣用手杖啦，同埋點樣行路啦。佢雖然力都好強咯。咁啊，行路嗰段咧就頭先講過，就非常之。驚啦，因為咩都睇唔到啊嘛，淨係可以 focus 喺耳仔嗰度，即係淨係可以聽聲啦。但係聽聲咧，通常都唔係好幫到你嘅，通常係靠嗰支棍嘅。但係嗰支棍都唔係好幫到你嘅。你睇下，你聽下，快到啦，一分鐘佢話，一分鐘。所以我哋好快就上到車啦。我哋而家行前少少啦。係咪依架？我要問一問，係咪37B 啊？係咪37B 啊？唔該，係咪37B 啊？好啊，唔該曬。咁我哋先上。都好辛苦喎，坐架巴士都。我聽講咧，你喺外國嗰度表演過嘅喎。你去邊度表演咧？我今年啱啱就去咗美國華盛頓嗰度。哦，喂。咁、那個過程點樣啊？你好唔好玩先？好玩啊，開咗眼界咯。喺嗰度識咗好多嗰邊嘅音樂家，同埋喺嗰度嘅一個好出名嘅叫做金乃迪中心啊 ，Kennedy Center。啊 ，Kennedy Center 喺嗰度表演咯，同埋又喺嗰度識咗嗰邊嘅視障人士。嗰邊咧有一個盲人係彈鋼琴嘅，佢係呢個叫做 Julia。哇 ，Julia 好勁啊！你知唔知啊？最勁嘅音樂學院啦，係啊！我就好好奇佢係點樣讀嘅咧，所以我就同佢交流咗咯。如果我見唔到嘢，我係可能會收收埋埋啊咁啊，但係佢唔係喎，佢反而係 outgoing 嗰啲人嚟嘅。有冇識女仔啊？識女仔咧都。有冇識過啊？有識過，但係就散咗咯。之後，我 sense 到啲有啲 sad sad 嘅。咁啊，行路嗰段咧就頭先講過，就非常之驚啦。欣華就教我話：你要靠左邊個埲牆啊！但係我就係完全係一頭霧水咯。佢已經係背曬成個 map 落嚟嘅。我哋後邊有一間咧食 burger 嘅，喺度食。食 burger 啊！我覺得呢度嘅 burger 唔錯，我好中意食 burger。得閒嚟，係啊。攞唔攞到個物契？點樣過馬路啊？有冇請教欣華？我有啊。有啊。都唔識㗎啦。咁你聽，跟住你話俾音樂聽過得未喎 ？OK， 我捏住你啦，你帶住我，你搭住我。好。啊，佢竟然去上次話，佢話我帶你啊，音樂，佢就行喺我前面帶我行。呢個真係，如果我係第一次學行路咧，我都冇呢個勇氣啦。所以你冇跟住啊。你要行左邊啲，你聽住對面嗰個燈嘅方向行，係啦。唔緊要，唔使急，唔使急，我哋慢慢行。因為急嘅話，有時會出意外嘅。小心撞到啦！我哋行歪咗，我哋再行右邊少，左邊少少，啱啦，係啦，小心啲，我哋行上去啦。哦，電梯都唔識坐啦，而家。
而家喺到咗演藝學院嘅門口啦。欣華，嗯，你試下摸下 Alan 個樣，估下佢係咩樣？佢嘅頭髮有 gel 過嘅，係啊，都比較長嘅，面部，哦，都幾多肉嘅，係啦。短頭髮嘅，我覺得佢應該係老實樣嘅。一、二、三。等先，好光啊！哎，Hello。哇，靚仔咁多嘅喂！多謝多謝，你都係你都係。你望唔望到我噶？我只係個見到你嘅面咯，係啦，但係就唔知睇唔到你嘅樣咯。嗯，好靚仔喎 ，Nice to meet you。嚟握個手先，多謝頭先帶我啊！除了音樂之外，象棋可以成為我的興趣。我覺得象棋好像人生一樣，無論你遇到什麼局面，或者你行的棋是不是當下最好的做法，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選擇是你不會後悔的。Alan， 很開心你今天來到六九會棋壘，這位就是我們的棋會的元老華叔。華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他是帶這個棋會出來的，真係嚟老級噶咯喎！我哋棋會咁係啊！呢位係我哋棋會最呢個積極參加活動嘅雲龍啦，係啦，基本上所有活動佢都會嚟噶啦。你睇下呢個棋具咧，就係我哋棋會嘅發明嘅，叫共榮象棋嘅。佢每一種棋子上面都有一啲點咧，去分辨唔同兵種嘅。例如車咧就是、一點，馬咧你睇下，就是、兩點。紅方呢個邊緣你睇下，有啲鋸齒嘅，而黑方呢個邊緣咧係滑碌碌嘅。欣華，今天你一打三啦，但係點解戴住眼罩咧？係咪冇眼睇啊？對住我哋係咪冇眼睇啊？唔係呢個意思，我只係其實我係想顯得我更加專業嘅咋。咁事不宜遲，我哋啊即刻嚟。咁我需唔需要用我把扇啊？應該都唔使。哇！咁型啊，個 setting。升埋燈佢等你蝦你喎，咁我算唔算啊？我哋唔怕熄燈噶喎，我有啲驚啊嘛。第一台炮二平三，第二台就行呢、這個，行馬二進一，馬二進三。馬八進七，第一台馬八進。哇！一打三，仲贏咗兩個添，好犀利喎你嚇。你多謝你嘅過獎啦，但係我都有啲頭暈咯，而家。頭暈點解？用腦過度咯。喂，但係頭先我即係通過捉棋咧，發覺，你基本上都唔使點掂個棋盤嘅喎，但係阿華叔咧，佢就要掂，即係完全係記曬我哋三個人嘅。棋局噶喎，係啊！我要不斷切換你哋嘅局面咯，例如同你要係一幅圖，同華叔捉要係一幅圖。其實捉棋好得意嘅，你會知道一個人性格噶喎。我自己就偏唔果斷咯，就好多選擇嘅時候，我會諗好耐，就唔知道揀邊個好。其實呢個就係我想透過棋藝去訓練我自己嘅一種點樣去有嗰種勇氣去選擇咯。我覺得 Alan 係一個好。細心同埋好真誠去對待人嘅一個朋友嚟嘅。叉啊！呢個飯嚟喎，陳哥。我用叉食飯㗎。哦，俾個叉你。好啊。呢度有冇辣椒油㗎？哦，辣椒油。唔該，姐姐。我話俾你聽好唔好啊？好啊，一次鐘就得㗎啦。佢同我講佢最中意食 burger。上一次見 Alan 的時候，我只係講過我比較中意食三杯雞。但我最想煮的是咩三杯雞？我最中意食嘅嘢。三杯雞我識喎。係咩？你識？佢煮咩嘅？好啊，好啊。嗱，我冇老點你啦，欣華哥。嗱，你想食三杯雞，今日就整三杯雞。唉，真係好多謝你啊！喂，我未食咧，話多謝啦，一齊做噶，我哋你唔好偷懶啊！係係係。嗱，我哋而家咧，就你飄下只雞，好啊。
呢塊就係雞啦。係啊，冇錯啦。我哋先要將啲雞肉啦，咁啊切到一嚿一嚿咁啦。切完佢之後咧，我哋咧就會攞啲米酒啦，同埋攞啲醬油啦，就係醃下佢，唔係叫醃下佢咧，醃下佢，冇錯啦。有少少入味之後咧，我哋咧就煎佢。哦，原來要煎㗎。哎呀，梗係要。喂，你知唔知佢咧原來煮嘢食咧？是咪啊？淨係蒸嘅啫喎，你。我以為是蒸的嘛。因為蒸就比較係safe 啲啦，係咪？而家落下啲米酒先。米酒有幾大嘅杯呢其實。你咪整翻啖先啊，喂。我驚我暈低啊，所以算啦。咁你快啲整翻啖，我想睇你暈低啊。哦，都好大一杯喎。倒少少嘅啫，輕輕咁倒。但我可能手重點算啊？我嗌住你噶啦。好，好，好，夠啦，未倒啊。講笑啫，嚇死我啊！唔好啊，我考驗下你，睇你冇咁緊張。喂，你點樣知道佢熟定唔熟咧？我估多數係靠聽聲音啩。一般嚟講，熟嘅時候聲音會比較勁嘅。喂，你聞一下先啦，喂。好，你都未聞到。聞到啊，有陣已經有煙過嚟噶啦，我聞到一陣熱氣迎面而來。喂，嗱，我夾嚿俾你。好啊。唔好食都要話好食啊。我食到咧比較有少少甜味啦，同埋呢個我食到呢個豉油同埋香油，仲係麻油嘅味道咯。由你失去了視力之後嗰陣時咧，咁你其實你嘥咗幾多時間去適應呢個睇唔到嘢狀態咧？其實我咧2017年之前咧視力都好過而家好多嘅，我可以唔需要用手掌都行到街嘅，唔需要用手掌行到街。係啊，我可以睇到啲嘅嘛嗰時。但2017年之後突然之間下降，唔該曬。其實真係對我打擊係好大嘅，但好彩咧嗰一次我參加咗一個 musical 音樂劇。我要同人哋排練喎，我要演排舞、排 drama、排唱歌，我一定要逼住我去出街啦。冇視力先係排 drama、排唱歌啊！嗰個 musical 裏邊咧，我係扮演一個搞笑嘅角色嘅。其實嗰一次我發現咧，其實喺我同人哋相處嘅時候咧，大家都好開心喎，都笑喎。這個令我發現咧，其實咧視力咧唔係我嘅生活嘅一切嘅，所以我就自咗2017年之後開始咧。我就嘗試講棟都笑，咁第一次講咧應該都係2年之後，2019年嘅時候，我喺一場音樂會裏邊咧，喺呢個每一首樂曲嘅裏邊咧，唔得就拉二胡，唔係，係拉二胡之前講翻一段棟都笑。哦，你又識棟都笑，又識捉棋，又識拉二胡，三個之中放棄曬兩個，一生人只可以做一件嘢，你會揀？咁一定係拉二胡啦。始終二胡是我的另一半，另一半，真係可以唔使女朋友噶啦。女朋友都重要嘅，係。Alan 係一個好有心嘅年青人啦，佢肯去同我哋視障人士接觸啦，同埋同我哋去交心。我覺得呢一段嘅時光係好好有趣，同埋好證明到我哋嘅友誼嘅，我先至揀咗呢只。樂曲音色是比較相似的，但是今次夾在一起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感覺的，因為二胡始終會稍微有一點點悲傷的，小提琴會比較明亮，我覺得夾在一起就會有一些對比。它是比我想像中更加 positive， 我相信它是花了很大的一段時間去 overcome 那個 period 的，
咁而家嘅佢係我係最完美嘅佢。視障人士 Jam 咧，佢唔會同你講我哋而家嚟啦，一二三 Jam 唔會嘅，係我會拉下拉下佢自己 Jam 埋入嚟。我哋唔會講嘢嘅，係真係音樂上面嘅交流。二胡係改變咗我嘅人生嘅，二胡同我嘅性格，我覺得都有啲類似嘅地方嘅。我哋係比較內斂少少嘅，我覺得二胡嘅音色就比較似一個人講嘢，佢好似人嘅聲音咁。其實所以我覺得二胡如果去演奏一啲有旋律性比較強嘅音樂，其實可以更加容易去表達我哋內心嘅感受。其實開步嗰下咧，我有少少感觸嘅。我除咗步啦，咁我睇得翻啦。但係對音華嚟講，佢係永遠都唔會有依刻。但係見到音華，即係佢就算睇唔到啦，但係佢都好堅持咁去上堂學音樂。佢對音樂嗰種執著嘅精神，係正正我要時時都 remind 自己，其實我是很幸運的。有時跟你相處，我不記得了你是看不到東西的。嗯，是的，因為我覺得你是看到東西的。我完全是想像不到，如果我身處在這樣的環境，我要怎樣去跟自己說我做到的。但在你身上，我看到的不單止是勇氣，還有幽默感，還有快樂啦，所以我好感恩，真係可以識到你咁嘅一個特別嘅朋友。多謝你，欣華。Thank you. Thank you. 嚟啊，見面啦。好朋友，好兄弟，好兄弟，嗯。共融樂團在過去由成立，主要有兩場的表演，都有成一萬人參與。尤其是經過在香港這三年這個這麼艱苦的時候，其實很多體驗的人跟我說回，是令到他們心情啊感覺是完全不同，是對香港的愛更加是有深入。那我很希望更加多機構啊、商界啊、朋友呢，我想如果做到這個效果呢，我們世界這個分歧就更加是會減少。其實就算你意見是不同，政見是不同，但其實你關愛社會，其實大家都沒可能是爭拗的，是不是？我覺得我們其實如果世界多一些，尤其是商界，因為他有能力比較多，他有這樣的資源，他能不能夠可以走出多一步去帶動這個文化的改變呢，去真的去幫到社會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期望。